架打咧，首先咧係一定要喺我哋頭頂上邊，高過我哋嘅人嘅頭。咁出拳嗰陣時咧，一定要喺我哋嘅正前方。咁首先啦，我哋開始，首先上步，係啦，提起架打係啦，高過頭啦，出拳。咁完成咗之後咧，下一個招式我哋首先將手咧收腰先，好啦，再上步，做翻一個合適嘅弓馬，係啦，提起再出拳，眼睛亦都要向前方望嘅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教一個架打。架打咧就係個手咧喺個保護動作，一定要高喎，因為我保護頭部嗰啲唔能夠低過頭部噶嘛，要高過頭部。咁同埋我出拳嗰時咧，都係向正前方就可以，就唔需要咁樣將個身咧整到咁拘緊，自然向正前方。同埋我哋個手持上時咧，係有一個咧少少個弧形咁上，就唔係咁樣上，係一個弧形嘅反臂咁上。咁我出拳嗰時咧，都係配合我蹬腿嗰時咧出拳。令到成個力量咧係集中放出去，咁我睇翻出嚟，我哋咧兩個，我哋左邊右邊啦。首先我做翻前腳啦，好一個架打啦，收拳上腕時咧，手臂咧有帶多少回應，再出拳，咁咧就完成咗兩個咧左右架打嘅姿勢噶啦。咁大家準備做翻一個盤腿扭馬頂踭先，係啦，好好上步，左邊架打。是收拳，再另一边架打出拳。做呢动作咧，要留意就话个手臂都系打劈挂，一定要大要圆，将手臂拉直佢。咁同时咧，我转身时嘅动作咧，要先保持好平稳先，转完身啦，先慢慢做动作。如果唔系咧，就会有啲甩漏啊、摇晃嘅动作出现。好，首先转身先，好啦，先做一个单劈掌，好啦，转马劈掌。是啦，好，开步向前挑掌，同一时间都是先屈手臂，再做个单劈掌，转马劈掌，好啦，开弓步，是啦，咁我完成咗呢个咧动作啦。嗱，我完成咗左右架打之后咧，我哋一个劈山掌都是左边右边咧系动作完全一样，只不过是左右手不同啫。咁咧劈山掌都是我留意，我转劈嗰时我有一个咧。少少嘅盤腿，盤腿咧都係首先將個腳咧放低打橫，跟住咧少少順嘅姿勢就好自然嘅，因為我呢度咧有個手咧係將我嘅身體自然帶動。咁記住每個手臂落嚟咧都係垂直，唔需要咁攬埋身啊，或者遮住面啊，做一個咁嘅動作啊，略為直臂少少。咁大家去睇住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完成咗呢個架打之後咧，轉身咧先係高步，好啦，劈掌轉。跟住向前咧，係一個咧跳掌，屈手臂，再劈，後手做個重創而落。好啦，完成呢動作之後咧，開一個弓步，蹬腿，慢慢將手咧向前挑起，一個跳掌嘅動作。記住轉向嗰時咧，個身體咧同個手互相配合，個腳一轉嘅時咧，身體咧同住個手嘅姿勢咧一齊去轉動。咁我手翻做翻架打先。是转身单劈掌，好盘腿劈掌，是上马跳掌，是啦，再来屈手臂先，再向前一劈掌，再盘腿，是这个手掌咧，咁系伸直，咁样先啱，是啦，咁样是直臂嘅，这个手咧有少少保护自己嘅面孔咁样，好啦，这个咧唔需要咁充钱。唔需要充钱，好，再行前一步，系将个手咧就向上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练功夫嘅小常识啦。有啲朋友问啲李师傅，我练功夫我需要用一个咩呼吸嘅方法咧？系咪需要一个腹式呼吸啊，或者丹田呼吸咧？咁啊，我建议大家初学练功夫嘅朋友咧，唔好咁着意一个呼吸方法，只要用一个自然呼吸。当你练完拳之后，你覺得自己是順暢的，咁其實已經足夠了，唔好太過喺呢個呼吸方面咧，係落太多嘅功夫。喺度踢波嘅呢度，知唔知啊？咁我係練功夫嗰時咧，就喺我嗰邊咧嗰度啦。